也给我一杯奶茶。老板，两杯奶茶带走。阿姨，你怎么插队？哎呀，我着急，你让我插一下，怎么了？你插队还有理了？我就插个队，怎么了？还没完没了了？穷酸样，你们的奶茶钱啊，我掏了。你有钱就了不起啊？有钱就可以随意插队吗？闺女，以后你找对象可不能找这样的，听见没？斤斤计较的，以后一起生活了可怎么办？大的带坏了小的，连自己的女儿都教成这样，我看以后呀也没啥大事。你们有个孩子，快救人啊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，谁能救救我的孩子？我的孩子！没事啊，你别哭了。宝宝，你没事吧？宝宝，快让妈妈看看。谢谢你。以后不要把孩子一个人丢在车里了，很危险的。这个月五星好评最多的员工会加薪，都好的啊！整天工作再努力，但涨工资肯定没戏。我看也是。喂，外卖放门。啊！电脑怎么又坏了？小问题，别慌。全新型超智能电脑。你好厉害呀！我要给好评。哦，这就赢了？这也太值了！我要给好评。哎呦，不行了，年纪大了。我感觉我年轻了20岁，我要给你好评。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可是我飞机刚修。吃饭要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我吃好了。记得五星好评，老板，这下我可以涨薪了吧？涨薪？开会的时候说过的，我就是随便说说，只是为了激励你们好好干活而已。 你不是真以为我能给你一个送外卖的涨薪吧？你看，我就说吧，就是还想涨薪，笑死人了。你太过分了，我不干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他怎么把公司开到我们对面去了？10年没吃过包饭了，天，穿成这样还乞讨，我才不冤大头。小伙子，你被选中去民庸书院学习了。什么？等等，这是哪儿？这是校长亲自招的新同学。老师，我们堂堂民庸书院都沦落到这种地步了，连狼人都招。什么？原来是走后门进来的。老师最烦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走捷径的人了。大家要相信校长的眼光。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召唤守护神，没召唤出守护神的人统统滚蛋。守护神什么玩意儿？出来吧，守护神。看我的。先生，你不行吧？不行就赶紧滚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眼彩描金、美妆华服和场景的精美养眼度，不就是我最近玩的国风书院养成手游《花一山新之月》吗？哼，不会有识相的，自己退学。这算什么？狼人召唤石头。一个破石头能有什么用？它不是石头，它是。沈天，这是你这个月的工钱。谢谢老板。小雨，我回来了。沈天，小雨，这就是你一直说的神秘男友。没想到你男朋友居然是个送外卖的，而且还这么邋遢。不过他这面相我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好像是出租车上。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印象，我好像是在餐厅里见过。小雨，你这男朋友到底靠不靠谱？一会儿司机，一会儿服务员，一会儿又是送外卖的。小雨，我不知道家里来人了，是不是给你丢脸了？没事，沈天，他们说什么才不重要，我喜欢你是我的事。再说了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，别傻站着了，快去洗个澡，身上脏兮兮的。小雨，你可要擦亮眼睛才行。你看看我男朋友，我男朋友证券公司的高级经理，月入10万。就是，你再看我男朋友 IT 总工程师，下月啊就荣升技术总监，年薪过100万。小雨，沈天，你洗好了？好帅啊。这是我男朋友，他什么都不做，我养他都行。对了，小雨，我把刚开的工资给你转过去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目前地球的外卖业务已经垄断了，我准备开展外星的外卖业务。对了，你们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沈天，做得不错，这是你这个月的奖金。啊，哎，我回来了。爸爸，你回来了。你要疯了，痛死了，我值得。
不好意思，叔叔刚下班回来，所以身上有点脏。你报了这个学期都换了好几份工作了，没记错的话开学的时候还在拆迁队搬砖吧，之后又去做了服务员、滴滴司机、家政保洁，听说还让柯南给人做私家侦探呢。子涵，你爸爸这是干啥啥不行？不像我爸爸，从我爷爷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在研究母猪的产后护理，现在已经可以一口气照顾十头猪了。我妈妈就更厉害了，从事电子编程项目30年，目前已经有了重大突破。再差也是我爸爸，他不许你们说三道四。对不起啊，宝宝，爸爸让你在同学面前丢脸了。没关系的，爸爸，但是我们老师说过要学会坚持。但是我感觉没啥坚持的必要啊。啊，好重，还是叫个车吧，这么快。老爷，夫人，少爷的作业本找到了。我也想坚持，可是这些都做到顶点了。你看，这是今天刚发的奖金，爸爸本来还想带着你们几个去吃大餐来着。对不起，不小心把你的车刮了。沈天，收拾好桌子，准备吃饭了。王小美，一定要找到你。总经理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去帮我教一下咱们公司的王小美。王小美她已经不在公司了，她被研发单位看中去做研究了。沈天先生，请问您有什么获奖感言要说吗？什么奖不重要，我主要是想找一个女孩。她叫王小美。王小美？她是上届获奖者，今年已经去太空了。王小美，一定要找到你。给我生个猴子吧。终于找到你了。这都是为了我吗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，一共是20万赔偿金，别以为你把我车撞成这样放一张纸条就算是完事了，赔钱。爸爸，我要去游乐园玩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别跳了。宝宝，咱们还是玩一些温和的项目吧。这就是温和的项目，你就是你自己想玩手机找借口而已，自私鬼、小气鬼、大坏蛋。回去我就告诉妈妈，你把我丢在这里刨沙子，自己偷懒玩手机。爸爸，救救我！什么？抓走我闺女！这是开了个什么外挂？放开我娘！我别怕，这就来救你。爸爸好厉害呀。小雨，妈妈，我回来了。玩得怎么样呀？宝宝开不开心啊？嗯，开心，我们今天还有意外收获呢。拿来呗，我好好看书学习，都玩手机。猪爸爸太过分了，我不理你了。宝宝该吃饭了。宝宝，该吃饭了。是不是我对女儿太过严格了？学习也是应该劳逸结合的。都怪我太冲动了，我这就去把子涵的手机找回来。找到了。对不起，宝宝，爸爸不应该抢你的手机，学习本来就应该劳逸结合。子涵，你别吓唬爸爸。我已经发现了学习的真谛，爸爸，你说的对，玩手机只会虚度光阴，我要去更广阔的宇宙去探索和学习了。爸爸再见。本月谁没五星好评就开除谁，我就边玩游戏边等才人，简直完美。只要我服务到位，五星好评还不简单。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机会来了，一会儿离开时帮他丢垃圾，五星好评这不就来了。小哥，你这垃圾该扔了，我帮你扔吧。不要碰他。可恶，我攒了那么久垃圾就这么没了，你赔我。
哇，我抽到了新的 SSR。蹲了一周，终于出门了。今天我一定要刷到好感。啊，原来是去约会，看我的，这次保准你满意。先生，你订的花和表演。唱日出，唱日落，哈利波特。这一下糟了！可恶，我两年的网恋对象就这样没了。那个，你先别生气，我给你推荐这款国风书院养成手游《花一禅心之月》，最近新上线的言彩之旅名士寥寥，更是养眼无比。你玩它，绝对比谈恋爱有意思。游戏给我留下，你给我滚！好感没刷到，还拉了波仇恨。大哥，您在找工作啊？包在我身上。不行，你之前家里蹲经验不符合本公司的要求。不行，你工作经验不足，胜任不了这份工作。不行，你学历太低了，不配这个工作。这都是些什么破公司啊？给这么点钱，要求还这么多，各自招特工呢。大哥您放心，不就是个破公司吗？他们不招你，我招你，我这就开一个。总经理，工作你有了，给我点个五星好评呗。工作太难了，我一点都不想工作。差评，这还是家里蹲爽。二次元的老婆们，我来了。总监，你的五星好评呢？没有就等着开除吧。开除就开除，反正我已经是上市公司老板了。世俗宗教，男人无惧无畏。